细节都出现在红外触发相机的镜头里。如果我们在野外远处用望远镜看不到这个灵光的内部这样清晰的话，也就不能的话感觉到它在这个敏实中间，在没有威胁的时候，它是非常专注的在那个采集。相机记录的画面对于判断前金丝猴的种群数量十分重要。